今中外，东西南北，在邦心中。讲古邦又嚟到讲古邦嘅时间啦，咁啊又讲台湾嘢啦，我哋咁啊唔紧要啊，因为你知道邦邦最爱台湾啦，系咪先？咁啊亦都系最爱台湾妹啦，系咪？都系嘅，我哋认嘅，我哋认。O K， 系，主要系你啦。我中意贵妹多啲 ，O K。O K， 咁啊，乜都好啦。咁就大家睇到標題啦，都冇話好隱瞞㗎啦。我哋就講台灣電視啊。電視係啦，台灣電視咁啊，我哋講緊成個電視嘅生態啦，係咪？係。咁啊，同香港比啊，梗係好唔同啦。我都叫佢去台灣旅行咁樣啦。你可以開咗個電視，睇唔曬嘅啲台，睇唔曬嘅。係啊，啲台多到啊，真係癲咁樣。佢係基本上咧就唔似香港，香港電視係大眾媒體嚟㗎嘛。係。但是台灣電視基本上是向小眾市場去挖的，是啦，即是少少有幾個有幾十萬個很 loyal 的 subscriber 呢，那就養起了電視，是吧？是啊是啊，因為呢那些成本實在太低，是因為它沒有頻譜的問題，是因為全部是有線的，是啦，因為為什麼有線呢？這個是因為地理問題嚟嘅呢個，山多。因為咧，如果就咁衛星嘅話咧，係收得唔好嘅。因為咧，台灣嘅中間有座玉山，係，同埋有阿里山，係。咁變咗嚟講咧，基本上咧，如果你喺西邊傳信號嘅東邊嘅話咧，係有問題嘅。嗯，係啦。明白，系啦，因為個山頭太高，唔係香港太平山啊，大佬。係，阿里山嘅姑娘，係啦，玉山咧，最高玉山咧。咁所以就形成咗嗰個傳統，就係台灣就即係全睇有線電視啦，全部睇有線電視，就冇呢個嘅頻譜問題啦。冇頻譜問題，其實初初真係用絲線去做電視嘅。係，因為咧以前咧，其實咧台灣嘅起初咧係冇咁多電視台嘅。嗯哼，又全部政府做曬嗰啲啊嘛，政府做曬嘅，即係有幾個電視台，但全部政府自己做翻嘅，一個中視，中視啦，一個華視，華視啦，一個台視，台視啦，咁嘅中視、華視、台視分別隸屬咩嘢嘢啊？一個係行政院，仲有一個軍方嘅添，仲有一個咩啊？我對另外一個係啊，唔再掂我度。一個國民黨嘅，啊黨自己嘅，黨自己嘅，係一個就係中、就是、中視係黨自己嘅，係台視就係台灣政府嘅，中華民國政府嘅，係仲有一個華視國防部嘅，係即軍隊嘅，係啦，係華視好嘢噶，華視緊我哋啊，華視我哋最津津樂道啊，梗係大宋有個包青天，係啦，就係啊，包青天胡瓜。哇！仲有個新疆胡煙和電王啊，嗰只嗰嘢傻傻地，阿王哥癲 Q 咗而家，癲 Q 咗成日玩你台獨，係傻即係傻鬼咗，即係喂佢哋食，即係喂佢食藥先啦，就係食藥佢真係要，好費事理佢真係，台灣人都費事理佢，台灣人當笑話睇嘅，係啊，就算啲台商當笑話睇嘅，聽住好笑真係，係啊。佢最靈，你搞唔掂就知唔知阿盧廣仲俾我拋窒咗？係啊，佢咧即係而家你三個電視台嘛，錯咗老三台啊嘛，係就真係用衛星收。嗯哼，係啊，即係好似香港咁用衛星收。係，跟住收下咧，跟住咧就咧去到90年代初咧，嗯哼，開始第四個台出現啦。其實已經開放咗呢一個嘅媒體嘅即係媒體自由化咗咧，係啦，你應該咁樣嘅第四個台，因為咧李登輝開始解嚴啦嘛，嗯，解嚴咪可以做電視台噶啦嘛，係，咁綠營嗰班友咧，綠色嗰班友咧翻台灣啊嘛，因為冇咗黑名單啊嘛，係，冇 bad list 啊嘛，係，咁嗰班友翻台灣咧搞個電視台，嗯，就而家個所謂嘅民視，係啦，民視啊綠色嘅，係，跟住咧之後咧，其實咧好多地方咧。好多搭搭埋埋啲天線咧，係走多地方嘅台嘅，但嗰啲嘢成日俾人取締嘅，係非法隔離嘅真就係，佢非法，但係咧好多人睇嘅，係因為講地方嘅嘢啊嘛，嗯，因為唔似香港咁，香港地方嘅有幾多地方嘅嘢啫，冇幾多嘢啊，都係嚟都係嗰度嘅啫嘛，但我台北有台北嘅嘢，嘉義有嘉義嘅嘢，係咪先？係咁跟住然之後咧就搭搭埋埋好多啲咁嘅天線，就播佢哋啲節目，就成日取締。是不如不好了，靜下靜下，不如咁樣，
我不如將合法化咗佢算。好，係啦，呢個李登輝時代做。係，就因為合法化都好緊要咧，就搞到好多個台出現，幾廿個台出現。嗯，喺嗰時有啲咩開始出現咧？即係而家你睇嗰有啲唔係好大嘅電視台嘅。嗯哼。其實咧，初初咧係真係係呢啲台嚟嘅，譬如你睇八大、三立，嗯哼，嗰啲係呢啲台嚟嘅，嗯，本來係呢類型嘢嚟嘅，係啊，跟之後咧就好多人咧就因為咧，跟住咧就開始咧嗰啲咧啊黨產啊嗰啲啊，嗯，黨產啊，而家成日講啊黨產歸零啊，黨產歸零，係啦，而家就做咩咧？所以而家就全力講左手交右手，咁咧中國電視公司咧就買咗俾人。是就買了給阿蔡王姓蔡是那呢他就搞 搞了一條有線的 channel 是就是中天是又是他的是跟住華視又賣 Q 了給人是跟住呢那些台視又賣 Q 了給人是那他賣 Q 了給人那些電視台、嗯、那他、那個、之後呢去到九十年代尾呢、嗯、才整了一個呢好像香港電台的原則的東西是公事是客漁民電視台、客家電視台，嗯，呢啲係呢啲就直成猶如香港的香港台一樣，嗯，係公共廣播機構，政府全資擁有，係啦，基本係政府部門嚟嘅，唔係應該咁講嘅，佢又唔合官制嘅，哦，獨立運作，財團法人嚟嘅，就唔好似廣播處處長咁樣，係啦，佢唔係廣播處處長，佢唔係公務員，佢亦都唔係外聘公務員，佢整個董事局。嗯，個董事嗰個坐 board 嘅人咧，就好多係社會上面不同派系嘅言達，咁樣去坐 board 嘅。嗯，係啊，即係乜嘢黨派都有，生意都有，綠又有，藍又有坐 board 嘅。係，係啦，就有一個咁嘅電視台嘅。所以咧，你見到嗰啲電嗰啲咩原氏啊、客家嗰啲，嗰啲係獨特係俾某啲族群嘅，嗰啲唔係火商業嘅。嗯哼，佢最主要就係要 serve 翻，要 serve 公眾嘅。嗯哼，即係起碼係由少數族裔有佢哋嘅文化電視台。嗯哼，係啦，其實就個目的係咁嘅啫。嗯，咁其實嗰啲咩年代有啲即係而家不出嗰啲咧，年代就年代聽説話會聽説話係東森會賣啊，東森嗰啲咧都係其實都有線電視出嚟嘅。係，咁其實咧而家咧好得意嘅喺台灣咧，佢用有線頻道咧，其實咧每個月係俾月費，但係月費好少嘅啫。即係以香港嚟講，香港啲有線電視好 Q 貴噶嘛。嗯哼，大家都明㗎啦，係咪？嗯佢哋好多台睇嘅，嗯，佢啲台咧有啲咧，當然佢哋連即係嗰啲台咧係多到咧，即係攞逐個分類嘅，逐樣分類嘅，嗯哼，嗱你中意睇劇集又有，嗯哼，中意睇電影又有，嗯哼，中意睇 sport 嘅又有，嗯，佢而家得意嘅喎，佢譬如咧，除咗而家有一套咁樣俾咗你之外咧，佢啲綜藝節目又有啦，佢一套俾咗你之外咧，咁佢跟住然之後咧，之後咧又有啲台咧，你可以自己攝入去，係。譬如話，有些人啊，譬如睇波睇到緊要噶嘛，佢有啲咁嘅台，你俾錢額外俾場，嗯，係啊，嗰啲咩鬼偉來又偉來本身已經有線啦，就上曬有線架噶啦，嗰啲譬如嗰啲乜鬼啊，啊嗰、那個咩咧 ，Elta 愛爾達電視，哦，中國電信中電信擁有嘅，台灣個中電信啊，嗰個擁有嘅，佢係專播咩咧？播體育嘅，播波嘅，哦，係啊，播波嘅，咩波啊？足球咯，棒球咯，乜籃球咯，乜 Q 波有咯，即係總之乜種種係波都播噶啦，係啦，世界盃又有 ，OK 係，係啊，世界盃係要收費㗎，另外收費㗎，收費台播㗎，台灣。即係踢世界盃嗰陣時咧，係都唔係啊！台灣人都唔好出，都唔係好中睇足球咧。係啊，棒球為主啦，棒球籃球為主啦。係啦，咁嗰啲電視台另外收費嘅。嗯哼。咁但係佢哋嗰啲台真係好鬼多，而且咧每一個地方啲有線電視咧係會楞幾個地方台嘅。嗯。嗰地方台咧好得意嘅，你會睇到你睇電視睇唔過眼嘅。嗯哼。第一好老套。嗯哼。兩條友整個副鏡板就可以講一個節目嘅啦，嗯，即係我同你而家兩個，即好似而家啲網台咁喎。係啊，咁我哋再衰啲，你哋畫面都冇啦。仲有啲仲好玩喎。係，即係咧，大家好無聊咁樣咧，整個板喺度做個節目咧，打電話去唱歌得嘅喎。哦，無人駕駛嗰啲啊？唔係啊，唔係無人駕駛，俾埋音樂你。OK， 唱 K 台嚟嘅。係啦，唱 K 都有嘅。係。
咁另外仲有一啲，我諗香港都有啦，股票台啦，係股票台有噶。唔係股票台有咁唔出奇，但係我唱機台呢啲仲唔應該收檔咩？而家係你走上 YouTube 咪成日唱得咯。唔係啊，呢啲係歷史遺留嘅問題。係有啲鄉下地，因為嗰啲台咧就好多俾鄉下地方睇嘅。台灣有鄉下地方㗎、哦，阿里山。台灣嗰啲鄉唔係阿里山中南部啊，台灣啲鄉下地方種田㗎嘛。係咁嗰啲友仔睇電視係睇呢啲嘅。嗯，仲有咧，佢哋仲有嗰啲咧擺部卡拉 OK 又唱嗰啲咁嘅嘢㗎。某位大明星啊。嗯哼，個阿媽咪做呢啲生意嘅咯，喺鄉下。嗯，某位靚仔明星仲要涉及毒品嗰位喺北京，係啦，係啊，真噶，認係啊，咁佢咪燒，咁佢哋係做呢啲咁嘅生意咯，係啦。經過那些年，嗰啲阿姐嚟㗎，阿姐嚟嘅，我都唉係嗰啲嘢啦，係嗰啲嘢啦 ，OK， 即係咧。佢哋咧就係、是、咁樣嘅，即係你覺得你都睇到啲電視，跟住喂，跟住你會問一個問題：點解電視台做得住咧？咁樣係咯？點解仲有得住嘅咧？好簡單啫嘛。係嗱，你賣廣告，賣廣告有平貴啊。嗯咁我如果賣廣告，我做農夫嘅賣廣告，喺邊度賣？農夫賣廣告喺邊度賣？如果我做個農民。我啲生果靚、哦，又要平，喺邊度買咧？咪呢啲電視台咯。哦，同埋咧，你要記住咧，台灣嗰啲咧，又算 subscribe 呢啲有線電視咧，其實係分翻錢俾佢哋噶。哦，係啊，所以佢哋繼續做得住啊。即係合作制咁啫，合作社咁樣。佢成本好低㗎。係係啊，所以咧幾條友可以做個節目㗎，好似我哋咁㗎。嗯哼哼，係啊，所以咧，所以我諗係老洲電視。係 ，exactly。你是正在追女仔三二二，就是老洲电视咁嘅情形。我哋整翻个唔啱就要打啫。系啦，就系啲唔啱就要打嘅节目。系啊，系好多嘅台湾。嗯，咁台湾大呢个小电视台啦，系大嘅电视台咧，就永远咧系制作同埋佢播系分家嘅。系电视台唔会安危。翁藝員只是經理人公司翁，或者製作公司翁藝員。係咁啊，咁所以就台電視台咧就係揾個經理人傾嘅啫。係啦，所以《康熙來了》咧，佢雖然係中天播，係，但唔係中天搞嘅。哦，原來係咁。係啦，唯一真係搞電視劇嘅咧，其實電視劇咧啲電視台會搞嘅。係。但問題就話佢哋係會係係會揾人埋班去做電視劇嘅、嗯，就冇好似香港咁無線 TVB 咁有固定藝員係冇嘅。嗯哼嗯哼，係啊。不過好得意嘅，佢哋有啲藝員咧就專門係幫個電視台拍係有嘅，係專門幫嗰個電視台拍。係啦，都好簡單。某一位阿姐係，我哋叫佢，我成日覺得咧佢有啲似咧，佢有啲似咧香港嘅佘詩曼。嗰啲嗰個樣啊，唔係個樣，你個情況啊，個情形係事後級人物，係又係好多劇嘅女主角嚟嘅。嗯，佢咧就專門幫民視拍嘅。嗯，佢拍台語嗰啲劇嘅。係哦，係啦，我唔知道你知唔知我講邊個啦嚇。我唔知啊。OK， 得咁你睇下邊個叫韓語啊？韓語係啦。好係啦，韓語係啦，呢、這個係喺台灣係冇係一定識佢嘅。係佢嘅情形咧，就好似佘詩曼咁啦。邊個語啊？諗諗先，韓語一時諗唔起個大佬，唔係以前古代嗰個啊，即係唔係古代即係唐宋八大家個。唔係嗰個，係佢嗰個八大家個。玉字邊個魚咧？哦，韓語係啦。佢專幫民視拍嘅，係啦，事後嚟嘅，嗯哼係啦，即係佢個情況好似佘詩曼咁，我咪話，嗯哼，係咯，即係佢專拍嗰啲台語劇嘅，係嗰啲台語劇老土到你唔信嘅，仲有啊，佢哋啲口味睇劇啲口味啦，嗯哼，我哋香港睇到嘅台灣劇，係嗰啲偶像劇，係偶像劇係星期六日先播嘅，嗯哼，俾年輕人睇嘅，嗯，嗰啲劇集咧似日劇嘅。十零集嘅啫，嗯，但系咧，如果台灣嘅本土劇咧，我驚香港應該睇唔慣嘅。
先我哋有啲 internet meme 咧，高二你只杂碎，系啦，嗰啲咧，咁啊即系呢个啲高二你只杂碎系咩？高二你只杂碎系夜市人生，夜市人生，夜市人生系啫嘛，系啦，夜市人生。Michael， 夜市人生，夜市人生系啦。佢嗰啲咧，佢嗰啲剧咧，你睇唔惯嘅，系佢啲剧咧，一啲咧就讲一啲。即係夜市人生啲咧，講一啲咧，我哋叫做基層嘅故事。哎，終於揾到啊，韓語，知道邊個韓語啊？睇到見到啦。OK， 基層嘅故事，專拍韓，專拍台語啊？係啊，專拍台語㗎。哇，正到屁嗰只。係啊，不過離咗婚啦，啱啱。Oh shit！ 係啊，嗰單新聞都鬧得幾大添，幾麻煩添啊，嗰單嘢。係啊，呢、這個佢嗰啲劇咧有一樣嘢嘅。有樣嘢非常我哋唔好啦，或者我唔知道好定唔好啦嚇。係，大家有冇睇真情啊？我睇過嘅。笑聲笑聲滿載温馨。哇，咁中意露事業線咧佢。台灣明星個個都係咁嘅。今日係。有冇睇過笑聲笑聲滿載温馨啊？有。你如果喺台灣咧，嗰啲咧八點檔啲劇咧，就全部呢啲嚟嘅。全部呢啲嚟嘅。咪而家香港都有，香港都有，又咪院，又咪整個即係嗰只叫咩啊？我一點回家。咪嗰啲唔算，嗰啲唔會灑狗血啊嘛，真情會灑狗血啊嘛。OK， 係。咩叫灑狗血？你知唔知啊？灑狗血咧，綁架、勒索。然後而強姦，即係跟住咧，就即係啲場所情景喺同一套劇裏邊都可以發生，可以發生一百次咁樣嗰啲啊。係啦，即係睇到你有少少嗰啲 deja vu 嘅。跟住呢啲雜貨睇我咪睇過咧。搶婚係第三者係啦，即係一年年頭一次，年尾發生一次。係啦，嗰套劇好 Q 長，呢個百幾集嗰啲劇我仲要大佬。係套套百幾集個大佬。幾百集個大佬，是你日日咁樣碌喎，大佬，係啦，但係睇到樂此不疲嘅，睇到樂此不疲嘅。曾經香港播過呢劇，亞視有一輪都播過㗎。亞視即係一輪咧，咪台灣幫主政嘅，係咪蔡顯明審嘢嗰陣時，審嘢嗰陣就審嘢嗰陣陣，審嘢嗰陣咧，佢嗰陣同民視買嘅嗰啲乜鬼意難忘啊，乜鬼世間路啊嗰啲咧，即係黃黃菜係咯，嗰啲係民視嘅劇嚟嘅，係民視嗰啲咪有韓語拍嗰啲咯。啊 ，Exactly 就係嗰啲嚟噶嘛，係啊，嗰啲劇你哋睇唔慣，佢頂唔順㗎。因為如果我媽唔睇咧，我唔會知嘅呢啲嘢。係啊，你頂唔好㗎。佢講台語一樣嘢係個語言隔膜啦，就算配咗個國語啊，你都頂唔好啊。係係啊，你諗下，你而家鬧無線劇包密密啦，佢仲大鑊過無線劇。原來係咁。係啊，不過講無線劇最近佢最即係當然我要睇翻我哋啲集出街幾時啦。最近嗰個有邵美琪嗰個都下流人都幾好評喎，原來。係嘅，係嘅，都幾好評喎。不過佢哋嘅歷史知識都爭啲，係個根基唔係咁好。係係啦，我就係諗起佢啲稱呼啊，啲用字，我覺得好唔古典嘅。係啊，嗰啲根基唔係咁好。係係啦，都係好鬼嚴讀。對於歷史嘅事件根基唔係咁好。係係啊，即係對於點樣去睇，點樣去處理一啲嘢，佢哋都唔係好明白。嗯哼，係啦。咁嗰類即係嗰類劇咧，就攞你命嘅。咁大家最都係睇綜藝節目啦。係綜藝節目咧，佢哋嗰啲咧就全部都係外製作，即係《康熙來了》啊，談話性節目啊。其實談話性節目係一個叫做綜藝節目的變種嚟嘅。因為初八九十年代啱開放嘅時候咧，中意睇咩咧？歡樂今宵式嘅節目。嗯，有趣劇啊，搭耍啊，咁樣嗰啲。即係大雜會，即係個睇佢睇諸葛亮，諸葛亮就係依樣嘢嚟啫嘛。嗯，個主睇下張飛又係呢樣嘢嚟嘅嘛。係，跟住之後慢慢變種啦。係，變種咗就嗰談話性節目。嗯，就康熙來了呢只啦。係，就揾啲嘉賓上嚟吹水啊，或者表演一下。係，我最中意就係當場阿小 at 揸人個波。揸邊個？我唔記得揸邊個女喎。唔係，佢最中意就係咧，就係、是、講一樣嘢咧，就係、是、咧，小 S 最中意搞邊個咧？搞邊個？劉德華。啊，咁呢個就另計啦，咁樣樣。劉德華佢劉德華個夢中情人嚟㗎嘛。係劉德華嗰啲嗨有嗨到真係。啲男神嚟嘅，心目中嚟講，係咁的確係，我絕對唔否認啦。係啊，劉德華喺心目中係男神嚟嘅。係啊，係啦，即係呢個呢種節目啦，係啦，節目貴當節目。仲有一啲音樂節目，其實佢係抄香港嘅，抄香港勁歌金曲嘅。
Oh, I see。係啊，嗰陣不過嗰陣就台灣中華節目又冇乜點睇。係啊，以前我就以前我誒佢因為佢有個 channel 咧係真係專做噶嘛。以前我係睇會睇日本嗰啲。係啊，佢專做噶嘛。Music Station。哎，仲有一樣嘢，佢有啲頻道咧，香港一定冇嘅。係。人民頻道。哦，香港就冇啊，就冇睇冇人民頻道啊。係啊，佢有日文頻道睇噶。嗯。佢日文台睇噶。嗯。你想學日文點噶？係。即係睇飽佢嘅。係係係。係啊。是啊，所以他們的和新聞台等陣講的新聞台、嗯、新聞台有 key point 啊，今天的這集是 key point 啊，是那我們講幾分鐘20分鐘20分鐘講多一點啦 key, 新聞台我下次才講、嗯、新聞台才多故事講是啊，咁咧佢嗰啲節目，即係頭先講過係分係即係叫做即係分嘅嗰啲種類，電影台咧，電影台咧，專播電影劇集台咧。佢劇集台唔單止係播本土劇喎，嗯哼，佢哋係連啲韓劇、日劇攞 Q 嚟播嘅喎。係啊，係啊，有一輪啊，好得意啊，成日喺度講啊，台灣啲朋友喺度講就話，就條戲好 Q 唔鋸嘅，點解咧？點樣咧？韓劇入侵，有乜問題啊？壓咗啲八點檔啊嘛，啲大台啲八點檔俾人壓鬼咗啊嘛。咁咪睇韓劇咯，你班友嚇。即係有啲人就咁講啊嘛！啊，你班友咪睇韓劇咯？做咩你歧視啊？而家你係啊？嚇！你廢你拍你咪法西斯嚟你班？但係咁喎，佢啲韓劇喎，係播啲韓劇咧，係咧有少少我哋叫做咩咧？即係咧叫做粗製濫造，唔係叫做咩啊？即係咧喺韓國已經播好耐㗎啦，播年幾兩年㗎。哦，即係舊嘢嚟，陣都睇過曬㗎啦。係啦，即係網上睇過曬嗰啲，好、哦、多啲咁嘅情形出現。咁啊，哦咁可能有啲有啲阿媽阿爸嗰啲唔識上網冇得睇咧。好簡單，我講咗三幾年前，嗯、我記得我同你去。點啊？即係譬如你呢個時候先仔嚟播《藍色生死戀》啫嘛。唔係嗱，我同你去台灣嗰陣時咧，即係咧前年啦叫做蘇波。2012啦，都唔前啦。係啦，嗰一年咧就播喺嗰時嗰套 web 劇，你知唔知？播咩啊？玻璃鞋。玻璃鞋我未聽過咩嚟㗎？韓國套劇嚟嘅，未睇。咁其實咧喺亞視嗰時都播咗㗎啦。哦，真的。係早過台灣播嘅，但嗰套劇咧係滯後嘅，因為韓國已經好早播咗啦。係。係啊，阿韓在石啊嘛，男主角。嗯。係咯，係啦，玻璃鞋啊嘛。係係。邊個新生女嗰啲問題啊嘛？佢哋又好 Q 中意睇呢啲嘢。係啊，其實咧嗰啲韓劇咧，嗰啲情節咧，係就 exactly 咧，就成日都好似台劇嗰啲台灣啲咁嘅灑狗血劇啲情節嚟。係係。咁當然台灣啲又過分啲嘅，灑狗血灑得，成日都話強暴乜嗰啲。誒咁先至喺個畫面上有睇頭啊嘛，強暴多啲。係啦、啊，即係成日有啲咁嘅劇㗎。係。不過近呢兩年咧，最震撼咧喺個畫面上面最震撼咧。同性戀，女，哎喂，呢個真係喺度血脈沸騰啊！真係女，係啦，哎正到飛，係啦，有一次係試過嘅，係，哦，我記得嗰套乜鬼啊，唔記得咗一回，梁家係乜鬼啊，唔記得咗，又係文字，又係文字，係，即係衝擊大家嘅底線啊，係啦，咁呢一類嘢，即係呢一度又係一種劇集啦，係，仲有一啲更加小眾嘅嘢咧，嗯，其實咧喺。在他們那個廣播條例上面呢晚上過了12點之後會放鬆了的是啊日本就很多所謂的叫做程式節目啊是啊就可以還可以可以露點啊那些東西的嘛是啊在但台灣就但台灣不行的是但台灣呢那12點會放鬆了是但當然你說他如果有線頻道有成人台那些是另一啦那些就即那些是 exactly 是已經 是你買了成人台成人台那些即是那些 是收費的嘛是啊即是不是、啊、隨隨便 accessible 不是開細路仔可以買那些來的嘛是啊是啊但是呢 在12點之後呢他播一種節目那些節目呢、我這樣說、他又不是很日本那麼過分等我先估下不過而家少啦，而家冇啦，而家冇，因為個個啲人咧 subscribe 咧，如果真係要睇咧，佢寧願睇另一啲。等我估下先，睇咩咧？買鹹蛋翻嚟播。No， 嗰啲係已經成人台啦。咁播啲咩咧？播啲講鹹濕話題嘅節目。佢又唔係鹹濕話題。咁會係咩啊？宗教節目啊，唔通？
宗教節目有，我講埋宗教節目先。宗教節目咧有好多宗教台嘅。佛又有，佛又有，信耶穌又有，有信耶穌得永生又有，系法輪功都有。新唐人啊嘛，系新唐人電視台有新唐人嘅，系啊，法輪功有，系啦。咁咧，我睇頭嗰十二咩節目咧，系嗰節目咧，其實香港都會可能有時會有。嗯哼，有冇睇掌門人啊？你講曾志偉嗰、那個係啊，有咁曾志偉掌門人多數咧夏天會有咩節目睇咧？水著咯，水著咯，哦，嗰啲水著嘅遊戲節目啊，就十二點後先至播得嘅。哦，咁樣嘅，係啦，咁搞笑啊！咁咪台灣嗰啲即係嗰啲下一個又接線啊，又上個小 S 上去揸人對波啊，呢啲可以黃金時間播嘅，水著反而唔得。是因為點解咧？因為咧，佢有啲佢哋去評審嘅時候咧，佢哋覺得有啲嘢唔得，意識不良。係啦，但係揸波就意識好良啊嘛。唔係嗰啲又其實都俾人夾㗎啦。係罰錢啊嗰壇嘢，我唔緊要，最緊要我罰得起啊！吹咩？仲有啊，佢哋嗰節目咧，我睇嗰節目先好笑。係嗱，玩遊戲有啦。啊！嗱，如果一個嘢，如果有一個女仔。水著同你算八字點睇咧？哎，咁我真係完全冇心機聽啊，淨掛住睇啦，咪咯，冇心機聽啊，淨掛住睇。但係我可以咁講喎，嗱，我可以好負責任咁講啊，我睇過嘅，係算得好嘅，算得好嘅。O K， 好嘅，我睇完之後識嘢嘅，係啦，即、就是、我算得唔係好叻，我算得好渣嘅啫。但我睇佢知，我知佢識嘢，唔係吹水嘅。嗱，大家唔好相阿邦爺係算命專家嚟嘅都係。唔好咁講，我哋玩嘅啫，我哋知道大概係咩邏輯嘅啫。係。係啊，即係我睇到佢邏輯係啱嘅。係。呢個好佩服嘅。算命都有邏輯咁啊？喂，亂 Q 咁吹係好易嘅咋？係啊。唔好以即係咧，老老實實，我話俾你聽，即係金木水火土。係。有人話唔係金木水火土噶嘛，五行。你講嗰個，係咪啊？係水生火嗰個嘅友啊。係啦，即係啲咁嘅事噶嘛，係咪先？都有啊。係啊，有啲咁嘅事噶嘛。咁我哋睇到呢嘢啱嘅。係因為佢屋企係個仆個。誒，仲有一樣嘢，佢好多嗰啲咧宗教包裝嘅。東王龍門派嗰、那個係咪？係啦。宗教包裝的算命節目是很多的。什麼宗教包裝、啊、用佛教來做包裝，但其實幫人算命的。哦，我們香港是不會，但算命都不是佛教的東西。是啊，但用了這樣東西來包裝。不 anyway 就是、啊、這些東西 feel free 啦自己。是啊，還有呢真的有人打進去的，是不是妹的看來那些。 OK， 真人打進去被人算的。我八字咧，我哋1989年啊6月4日出世，6月4日啊，咁啊，夜晚凌晨4点出世咁啊，系啦，即系嗰啲咁嘅情形啦吓，即系有啲咁嘅节目嘅台湾系，即系我哋好实际咁讲，仲有一啲，即系佢哋呢啲咧系一啲好本土嘅节目，即系佢哋嗰啲人咧真系打去问，喂，个老公系咪出边有女人啊？系，点解？因为老公啱啱见到你老公有咗条女。即有啲咁嘅嘢噶，即喺台湾呢啲系经常等闲之事嚟嘅。OK， 所以我哋觉得好奇怪，我哋依家比如果呢啲节目广告周都几廿世啦，香港。香港其实香港人唔会睇呢啲嘢，香港唔会睇啲嘢啊嘛，系咯，系啦，香港中意娱乐嘅啫嘛，即主要系娱乐为主噶嘛，都好闷啲，咪香港人睇嗰啲嘢。系啊，即好笑嘅，你睇到。唔系，即当然，事实上可能咁多年嘅，即香港人真系俾纯真系俾无线教坏。唔係，即係我哋咧好得意，我哋喺度扭住啲電視睇咧，即係頭先我講嘅十二點後嗰啲節目咧，即係佢哋我喺度諗到呢個 idea 真係好嘢喎，俾你諗到嘅真係。係。你話水著玩遊戲，我見得多啊，掌門友睇唔少啦，我哋都。水著算命。水著算命，我真係好嘢啊！真係。啊，仲有下呢個水著表演整陶瓷。係啊。唔係佢唔係佢，即係我諗住吹水啦，呢啲點識算啊？得嘅喎，咁樣。O K， 開始會可能讀稿咧，不過乜都好啦
喂，呢啲唔係讀稿嘅喎，好難解嘅喎。佢解一次嘢攞你命喎、啊，唔係意思，即係有高人指點，都可以咁講嘅。講嘅係啦，係啦，同埋人哋會係不斷講，人哋打嚟佢不斷問你喎，係係問住你喎，係係係係，係啊，即係好似啱你點面對面同我講，我冇得高人後面督我喂，督我應該點講點講噶嘛？誒可能可能個詹士邦嗰啲對講機啩，咁犀利都好啦嚇。咁啊，喂，咁啊，下次翻嚟再講。好啊。环球思维，香港本位，中港台。